觀塘是近年政府發展藍圖的熱點，前型九龍東世界級海濱樞紐，加上起動九龍東十年的發展成就，天資遇上機遇，優勢不言而喻。宏澳位於觀塘核心地段紅圖道，周邊不乏大型商場、酒店和商廈項目，其中最新落成的大型商業項目 The Minority 更是繼 APM 後另一個觀塘購物熱點。宏澳貫徹發展商的設計標準，結合城市景觀和自然生態，外形由英國八大建築設計事務所打造，概念別具心思。大廈十八樓設有空中花園，綠化的園景令人心曠神怡，凝聚萬物新形態，激發各種不可能。物業總共35層，地下至十樓是商鋪，11至35樓是寫字樓。大堂設計佈局精緻，巧妙地將好有氣派的古銅和天然石材糅合，貫徹大廈內外低調奢華。大廈合共提供約171個單位，標準樓層可分間7個單位，單位面積約由581至全層約6542平方尺，更加方正實用，空間靈活，每個單位均設有來去水位，部分單位更擁有私人平台，而中高層更可遠眺維多利亞海港景緻。大廈外牆設有7個巨型廣告牌，位置得天獨厚，可切合不同行業需要。地庫4層和3樓設有停車場，可提供約84個私家車位和9個電單車位給用戶使用。物業就在港鐵牛頭角站和觀塘站之間，走過去港鐵站僅需約6分鐘，附近還有碼頭和巴士總站，往來各區均方便快捷。隨著多個大型項目陸續落成，區內發展一日千里，項目現正分拆出售，想知更多物業資料，歡迎聯絡中原工商鋪。